你要怎么证明你是真的阿妹？你可以为我们清唱一句，我们刚刚三天三夜很高，我们音很高，你可以吗？听到是三天三夜，这三更半夜，你可以吗？你没有助理，然后又穿得那么黑，还可以吧？但是你们走开可以吗？所以你该不会你真的是我们正牌的张惠妹吗？对，我是这样。一听就知道，那你要彩排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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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真的是本真阿妹，那我们现在我们要做最后上台前声音的音量的 check， 那你可以帮我们唱一句吗？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 very good， 你可以再，我觉得可以在我们这试看音再高一点点，音再高一点点可以吗？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 very good。 我是阿妹。我是阿妹。那请问你是？你才是真的吧？不是啊，但是你穿那么素，而且你身边没有贴身助理啊。我们这边有贴身助理哎，我们是很贴的那种助理。你是？我没有，但是。那你要怎么证明你是真的阿妹？你可以为我们清唱一句。我们刚刚三天三夜很高，我们音很高，你可以吗？听到是。三天三夜，这三更半夜。你可以吗？你没有助理，然后又穿得那么黑。还可以吧。所以你该不会你真的是我们正牌的张惠妹吗？对，我是这样。一听就知道，那你要彩排吗？好，好一模一样哎，真的是本真，而且你刚刚我已经戴墨镜了，这个印象。我跟你讲，是我谁吗？外表真的不重要，我们是。你的意思是我外表？没有，我是说因为你包得很紧，所以我们看不太出来。等一下晚上我们相信一定是惊为天人。阿妹是第一次来芝加哥开演唱会，把美国这次 SMR 的演唱会第一站选在芝加哥，对芝加哥的印象怎么样？目前为止很喜欢，因为真的吗？其实刚到的时候有一两天的时间可以出去外面走一走，所以我就觉得芝加哥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。很舒服。那温度呢？有没有被这边的冷？外面很冷，然后就是会很想要睡觉。你时差调的还 OK 吗？我时差还没调呢，我觉得我现在很想睡。很想睡。但是温度是舒服。是舒服。我喜欢。今天芝加哥是第一站，那我知道后面还有 DC， 然后还有大西洋城跟菲兰德。哇，做小功课。那我们在这边就先预祝阿妹之后的演唱会非常的顺利，然后非常的精彩。在这边做一个小预。你很正经。真的吗？跟我看你其他的影片。又看我的影片。正经。没有，我想说，因为碰到 Mason， 我们就是要稍微冷静一点。没有，我要这边提醒阿妹一个小 people， 也不是小 people， 因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美国嘛，因为你知道台下等一下会很多 ABC， you know， 很多 ABC， 所以他们等一下可能在台下就是叫阿妹，他们不是叫阿妹，他们是 army 或者 army， 因为他们的 r 的音就是很，为什么要 r？ 因为外国人的那个 r 音很重，所以他们等一下不是叫阿妹，是 army， 所以希望你先等一下，如果听到他这样叫你，你就稍微不要被吓到，因为外国人 ABC 的 r 很重， army， 对 army， 对。
知道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祝福阿妹张惠妹之后的演唱会非常的顺利精彩。你好尴尬。好，谢谢。刚带起来的时候没有不像，他跟我说很像，我一催眠他。你带起来在台上很酷，就是我吓一跳，我想说，哎，那我有邀请嘉宾吗？还是你等下戴这一顶也可以啊？可以啊，可是你那头发真的很好看。你等下梳一下，还是像动力火车？你甩一下动力火车，等下就这个打扮，再是不是不是？不要被吓到。没有没有，可以，你这样我会 cue， 就会让大家看一下。我家有更美妆啊什么，就是比较之下就知道妹多美了。好，你就退散吧。好啦，就这样子，谢谢。你要紧张？我很紧张，谢谢谢谢。因为你的。